来看个人照啊。在哪里啊？有池的。有池的。你应该不是高中就叫池妹吧？不但不是啊，一池不是吧？小时候看起来也太胖。好，第二段呢，重点主要是在叙述什么？老师报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好，请进。我在重回校园时光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慈妹。来，这就是我的母校的图书馆。哇，需要安静一下。应该要安静一点，但我们觉得我们等一下就会特别的安静。你好，老师好。想问这个图书馆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吗？本间图书馆藏书大概有30000多。30000多？那、你有来借过什么书吗？你有借过几本书？我这三年可能三本两次吧。就是都是老师带来的。然后老师说，去图书馆读书一次。30000多册其实蛮多的。对啊，还有什么？那种毕业纪念册给他，当然啊，就自己慈妹小时候长什么样子？是什么哪一届啊？应该那边好多，应该是2016吧。即将公开慈妹高中的样子。啊，这边是这里，这是老师吗？对，这是我老师，我换过班导。嗯，你是不是意图想要我们跳过？没有啊，这里没有啊，这里要回来看，下来看个人照啊。在哪里啊？有池的。有吃的。你应该不是高中就叫慈妹吧？不但不是啊，一池不是吧？小时候看起来也太胖了吧？一池，这个对啦，好胖哦！哇塞，我看一下，一样啦。你有化妆吗？我觉得你高中比较化一点点，就是比较有气质。我以前个性没那么开朗啊。对，为什么你现在很开朗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解放，大解放！我以前那小。对，要害羞，对，就是会有很多小心思，对，小剧场，对，会烦恼比较多，想比较青春期嘛。高中生活就是比较属于内向的人这样。对，就是我在班上其实算比较低调的人。这里有你吗？没有，这边没有我，而且我也没有参加毕业展。不是毕业展，没有参加毕业旅行，我没有参加毕旅，就是那时候就是出了点状况，没有参加到。但我还是有跟他们一起去到那里。对。只是当时要缴钱的时候没有办法缴而已。怎么听起来有点好励志的故事哎！我们是你吗？就是我们好像忘记谁生日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到外面。对，前面好像也有。那你发型都没变哎？因为我现在其实平常是有刘海的。我今天就是为了特意来这里。难怪我刚刚想说你怎么换发型。很重好，那可以不要看吗？不行啊，好看完吗？没有，没了，没有什么。这里有你吗？这里有啊，这个。其实你还蛮显眼的，真的。有吗？校花吧？没有，他是内向，低调，没有。而且校花应该通常要比较会化妆一点嘛，还是要比较会打扮啦。就是我没有那么会打扮。好，没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慢慢找回初心。好。特别的回忆，操场总有一些青春回忆了吧？你不要再给我躲了，跑400很累。你要跑，有当运动会，我要跑400接力。对，跑400很累，对不对？我以前最喜欢就是我也蛮爱运动，爱跑步。对，还有得名吗？对，有得名，厉害耶！但是我们最后一年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名，因为我跌倒。他其他国中的时候跑他的接力，我也有跌倒哎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吗？我跌骨折。没有，我是抢跑道的时候是被撞飞。对，你看对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跌到哪，他就突然间过了一阵子，打完石膏，然后他这样打完石膏出来，教室门口吓死他，他完全不关心我。我们同个学校，他根本不知道我跌倒。没有，没事。然后我们赶快聊一下你那个青春回忆的，对，不要吵到。我平常就在这边，不然就在试音台上吃东西。logo 很大，你喜欢粗的还是细的？
认出。我们现在是重回母校的单元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这边野餐一下，休息一下。OK， 等一下就要去一下你的教室了吧？因为你刚刚说你最熟的地方是教室啊，啊，平常时间都待在教室比较多。哎，我觉得他也在躲避我们的那个进入教室的环节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在这边稍微野餐一下。对啊，你看野餐，然后看到男生在那边打球，而且这里就是其实还不错，风景蛮好。好，第二段呢，重点主要是在叙述什么？老师报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好，请进。我在重回校园时光的，我可以跟着一起上课吗？好，好，那边空位自己坐。好，我需要自我介绍吗，老师？呀一类，一类，大家好，我是慈妹。哎，好酷，好酷。金牛座 O 型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思雅的妹妹，金牛座 O 型。我们是双胞胎，我们差一分钟。哎，妹妹也有名字吧？好，石原，石原，对，你忘记讲石原，好紧张哦。好，老师，我们叫我们位置那边，那边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坏学生哎、欸，我国文课本都认真哦，二十页好，二十 OK， 哎，认真的拿出来，这有、欸、他有啊，他有啊，今天要是不理我，我也不理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上课，对不起老师，你们太吵了。风气所长呢？安静。耶好，第三段的话呢，主要呢重点是在于千客骚人喔，他的景色全部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就是他讲千客骚人到这边的地方的话呢，他们的心情呢是一样的，为什么？好，那上第三段之前请同学念，我们请新同学姊妹。好啊，老师他第三段第三我要站起来吗？哎、欸、对要是不是啊？老师哪里啊？第三段。啊啊，好好好，谢谢。若夫淫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阴风怒号。浊浪排空日星，老师旁边同学一直在笑我。没有。日星隐耀，三月潜行。啊，下课。Oh, yeah.